是 Alice， 世新国际事业有限公司的负责采购。一，今年秋冬流行的趋势是 oversize， 所以出现很多斗篷。那色泽上有很多灰色啦，还有麦色啊，还有巧克力色、蜜糖色。华票飞利浦最经典的就是异材质的结合，所以它有很多很经典的钻石线啊，然后搭配cashmere 啊，搭配棉啊，或者是布啊。所以现在最经典的有一件大衣啊，它是 double cashmere， 那收边是用小羊皮收边，然后布啊是口袋是用水貂，非常的经典。我 Alice 认为穿是一个美学，是一个艺术。我希望更多人来可以品尝美学的意义在哪里？所以我们从食衣住行娱乐，其实都可以更文化、更生活艺术化、艺术生活化。